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Excel 函数应用，依指定数量填入相同资料列数、哦、那基本上我们看到 Excel 这边哈 ，A 栏是分类 ，B 栏是它的设备数量、哦、那我希望是怎么样呢？我希望结果是像这样子：键盘两个，滑鼠五个，点钞机七个，有没有啊、哦？你像这样子。然后需要呢，它自动帮我编。那这招怎么做呢？我们到范例二这边来说明哈，用的是这个啊，这个。那我首先先说明第一件事情，等号 O F F S E T 啊，刮胡。我们的资料范围是在哪一格 ？V1 储存格哈，注意到 V1 储存格 F4 要把它锁起来，不然拉偏位。然后来逗点逗点逗点，有没有啊？注意到我用这样来给你讲比较清楚啊。他这个注意到，他只有一个高度啊，我只要抓高度，高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的列1到100。哦，这个呢，注意到一件事情啊，为什么1到 100？ 因为你要去算这数字啊，这数字加起来啊，你的这个数字一定要比这边的数字多就对了啊、哦，一定比这边多啊、哦，这样子，因为他有时候要算的话比较，他这是要计算100列的累加啊、哦，累加，所以你这样按一下确定。啊、哦，它出一大堆井号 value 没有错，这是对的啊、哦。然后呢，你弯夹子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判断什么东西呢？判断第二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这里面大于零的啊、哦，大于零的它的加总，所以我们就要干嘛？上 if 括号啊、哦，这个里面呢，它逗点啊，条件是大于零的啊、哦，又括号啊、哦，然后 enter。你就要注意到大于零的有哪些？来注意到零，第一个是零，因为它第一个是零嘛。第二个是二，没有问题点哈，零加二等于二，二加五等于七，七加七等于十四，十四加三等于十七，累加，它把你累加了啊，累加，累加是要算什么？就算你到底要显示几笔相同的内容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累加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做第二件事情，事情什么事情？漏刮胡 ，B1 啊，我要从 B1 开始，是不是大于刚刚这个上一幅这个函数？注意到针对一有没有大于刚刚那个零？有啊，注意到啊，零对零啊，然后没有啊，第二个是二啊，二对什么？二嘛，有没有？他会去判断啊，就从哪里判断？从这里啊，注意到从这里列号来判断，所以 Enter， 他会跟你讲没有？哎，零有没有大于零？有没有注意到哈？这算出来的哈，它有哈，它一啊，漏是一啊，一有大于零哈，所以当然是大于零了啊、哦。其他二有没有大于零？注意到这边还有一个二有没有大于二？没有啊，哦，然后再五有没有大于七？没有啊，啊、哦，这样子对应的哈，对，它像是用这样判断的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把它变成正怎么样？正列化时，你就要加两个减号，然后左括号漏。去跟什么？这个判断是有没有去做判断？右括号 ，Enter， 它就把它变成干嘛？数字化，从真假有没有 True False 啊，变成什么一和零啊这样子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面的值干嘛做相加，加总起来，这面所有值加总起来，好、哦，它会算出来答案多少一嘛？有没有哈？一哈，注意到哈，一哈。所以这里面呢。符合条件是一哈，所以我这边就干嘛 ？index A 栏逗点哈，我要抓 A 栏里面的第几列？注意到刚刚是算出来一哈，一是分类哈，我们还要干嘛？加下一个这个二，所以我们要加一啊，加一，然后右括号哈，注意到我们要抓的是第二个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值干嘛？加一，加一的话就抓得到了啊，加一就抓得到。然后这时候你再往干嘛？往下，它就会自动干嘛？有没有看到？特别注意到，那很多人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什么偏位？哈，偏位我要给你解释。来，注意看这里，2到101，这里干嘛？1到100有没有？所以你这边干嘛？1到100要按 F4 把它锁起来，你不锁就会偏位，偏位就会乱去啊，抓的不对了哈，抓的不对了，有没有？哦，特别注意到啊、哦，特别注意到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啊，刚刚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我们刚刚已经做了一个
说明啊，我把那个公式抠出来给你看。我要讲这个啊，去到你这边最大值到多少？39，下都39，所以你这边抠笔的范围有没有？你要去人家往下拉，拉多少？拉到40，因为第一列是标题，所以你要拉到40。哦，若你拉超过，它就出现零，超过越多就全部都是零，哦，不够的地方全部都补零了。所以你要干嘛？根据它的最大值39加一哈，因为你有标题有没有？哈，有标题。所以我要加一，好，再来第二个，左边的话呢就很简单，等号 if 刮胡一二不等于空格的话呢，我就干嘛，把它的数值有没有前面的序号加一，否则双刮号啊就不填入资料啊，特别重要，如果不等于空格，我就干嘛 D1 的值加一。否则的话，我就是空格啊。那这时候会出现井号 value， 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是文字，你这是数字，文字不能加减，所以你要干嘛？前面加一个 n， 左括号，右括号哈，把 D1 框起来哈，那就变成一了。那我只要干嘛？点两下，它就自动干嘛？把你算出来有没有？哦，但是你要自己到哈，你要自己拉一下哈，39，它是到39啊，手机的地方。啊、哦，这样就做完了啊、哦！做完，这实际上来讲呢，它这个方法呢很简便啊、哦，但是里面含有的这个技巧哈、哦、比较高超啊、哦，你要慢慢去吸收理解啊、哦，吸收理解。